而修出美出天际的整容级效果。我们使用到的 APP 分别是美图秀秀与 Snapseed， 磨皮大法拥有水嫩肌肤。使用手机自带相机软件进行自拍，有些自拍相机的照片在光线暗的时候画质比较差。磨皮可以选择强度，追求自然效果就轻度磨皮，甚至可以使用手动，只选取想要磨皮的部位进行涂抹即可。下步进行美白，调节肤色亮度与颜色。还有痘痘、斑点等瑕疵，就使用去痘功能。第四步，使用瘦脸瘦身工具，可以将脸部修对称、脸皮修宽、眼睛修大，根据修的部位调整画笔大小。修瘦脸颊的画笔可以使用大的笔触，修宽双眼皮的笔触可以调小并放大图片，更细致的修。根据自己的五官情况，还可以拉长眼角或是眼尾，一把整齐刀就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基础的自拍修图步骤，对不起各位，我应该放猪八戒的照片，整容效果才比较明显。进阶版修容 APP 要数 Snapseed， 改版的 Snapseed 多了美颜功能，也可以磨皮。美颜有不同的强度选择，皮肤颜色也可以进行亮度的挑选。手指上下滑动屏幕，可以对面部亮度、磨皮和亮眼单独调整强弱。亮眼可以增加眼神光，面部提亮的同时还压暗了四周。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，脖子没有擦粉，所以比脸黑几个度。利用画笔工具改变脖子与脸的色差，选择正午加光涂抹脖子，让脖子跟脸的色差缩小。按住眼睛符号可以观看涂抹过的区域。皮肤上的一些瑕疵可以用修复工具去掉。接着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进美图秀秀继续修改，肩膀胳膊需要修瘦修平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有精神。修瘦的时候需要注意背景的影子、窗户等线条是否会被破坏。
将画面上端和下端缩进，这样肩膀和人都会变得窄和瘦，不会显得膨胀。所以不要轻易相信照片，有本事修个视频看看呗。